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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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倔强的 vlog。那今天呢，很明显啊，是一期关于二毛家庭的日常生活。是吧，把你入个镜好不好？连桌子都不想上。啊，自从猫儿来了之后呢，我们也是深刻的感受到了一毛和两毛有很多的区别。我才第一次知道猫喝水能把自己喝的眼睛都睁不开。也是第一次知道吹风机能这么好吃。猫来，你把我的吹风给我舔湿了干嘛？都湿了、也第一次知道了猫比哈士奇还能拆家。你是哈士奇吗，猫如来？也第一次知道了，也有猫跟屎爸爸一样不会买大便，看来我们爸爸也是很聪明的。那、他们俩也是狼狈为奸啊，做任何坏事都是在一起，对不对？这么喜欢吃猫条。肯定的，没人不爱。嘴都气歪了。坐下，坐下，我知道。哎呦，你可真聪明了。猫如来没坐下，
猫日来也不会坐下。你照样训练他呀。好，那我们这期 vlog 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哎，关键时刻没猫粮了。谢谢观看。